各位亲爱的好朋友，几十年来，台湾人民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这么害怕恐惧。唯一能够解决这样子一个状态，只有疫苗。疫苗，疫苗，疫苗，我们迫切的需要疫苗。希望执政的民进党当局能够心中有人民，放下手中的权力，授权各县市长自行购买符合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疫苗。14位国民党籍的县市长应该一马当先，大家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透过自己的努力、人脉、运作去洽购符合安全标准的疫苗，来保障人民生命的安全。